警方在犯罪现场进行封锁，但现场这个字真的这样念吗？犯罪现场，犯罪现场。所有的学生都念三声场，但有一位女网友她po文表示，不论是犯罪现场、封锁现场、节目现场或现场节目，场这个字都念二声长，而非三声，真的是惊呆了。其中只有第一现场的场念三声，网友都说开了眼界。实际上，教育部电子词典重编版。 真的发现犯罪现场、封锁现场和节目现场这个场都念二声，只有第一现场读三声。有网友说，其实应该查教育部简编版，同样打上搜寻现场两个字，真的发现现场跟第一现场都是三声。为何同样是教育部的电子词典，却出现两个不同的读音？重编版是根据简编版去做重新的编修，简编版呢是教师在使用在教师现场在教学上使用。简编本是。 就是以平常我们示意解释都以我们以白话文在解释，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，我们称作历史语言词典，所以提供研究者使用。简单来说，简编版是一般常用的口语读音，用来教学生以及考试。重编版收录文字自古以来读音，主要给做研究的人来参考。所有学生想要应付考试，看简编版就对了。记者黄天耀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